Elfer B 爱真产子贴母爱照，医生老公却 PO 出自己绿帽照，让佩珍马上道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台湾好媳妇李佩珍和医生老公王作轩结婚九年，育有一双子女。近日佩珍妹妹产子，她在脸书晒出一张抱住小孩的母爱照，怎料却被厂商误会是她生产，还说要赞助奶瓶，搞得她哭笑不得。没想到老公却披了一张戴绿帽的自己在留言处，让佩珍赶紧道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佩珍十年前和医生老公结婚，育有九岁女儿小可乐和八岁儿子小西达。近日佩珍突然在脸书分享多张抱婴儿的照片，她自己去探望了爱丽丝的混血儿子威廉蒂和小嫩女儿，竟遭部分厂商以为佩珍又当妈了，还打来恭喜。没想到好友们也参与搅起哄，小珍就在发文底下留言好消息要讲啊，厨师锅主意也自告奋勇说要煮麻油鸡，全让佩珍哭笑不得。但最吸睛的莫过于是老公的留言，他竟 P 了一张自己戴绿帽的图，佩珍也搞笑回 Sorry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夫妻俩幽默甜蜜互动羡煞网友。